事关世界，视频天下，我们关心过去一周，我们也关注未来一年。欢迎收看视频大财经，观众朋友，中美大博弈下到了伊斯兰大棋盘，美国棋路凌乱，中国落子谨慎，棋局精彩不可错过。石油发电有污染，核能发电有危险，这种两难的困局会不会影响到全球的和平？有人预言，有专家预言，2020年的时候，中美之间会爆发网络大战，可能吗？如何评估？也有投资专家预测，在明年，也就那样2012年的时候，那么全球的汇市会出现九级大地震，是什么意思？可能吗？你不能不关注。视频大财经跟您一同来关注天下大财经。首先，第一部分，时关时间。麦达斯时评大财经由麦达斯铝业赞助播出，因为专业，所以先进。日本311大地震引发核电厂的巨大危机，但危机还没有过去，却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更为广泛的恐核风潮。这个时间文核色变呢，你如何来评估目前的这个情势以及未来的趋势？在这种巨大的压力下，因为这个危机还没度过，将来会延伸发展到什么地步，确实大家还不清楚，所以大家产生一种你刚讲的非常广泛的恐核危机，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啊。但是话又说回来，等到这件事情慢慢平静过去以后，大家还是会发现到人类还是面临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两难的困局。你说核能发电有危险，这是没错的，所以你要怎么办呢？你去发展那种替代的清洁能源，包括什么风能、太阳能什么等等，那个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商业化的一个发展的潜力跟空间，于是你还回到这个石油发电或者煤的发电，那就有污染，所以你必须在全球暖化跟这个全球的风险之间做一个痛苦的一个选择。所以我们常常讲一句话，你反核容易，要停核恐怕不是那么容易。那各国应该如何选择呢？各国如何选择，理论上来讲还是根据各国自己的资源的相对的禀赋，那么再加上老百姓跟政治人物的一个判断。所谓资源的相对禀赋是什么意思呢？对吧，你讲的这个词我没听过，什么叫做各国资源的相对？所谓资源相对禀赋的意思就是说，你老天给不同的国家是不同资源分配的，你什么样的资源比较多，你就适合去发展利用那种资源的那种产业。就核能发电来讲，假设你适合于发展风比较多，风电，你太阳比较多，太阳能，对不对？你煤比较多，火电，你石油比较多，油电，你的高科技比较好，就发展核能发电。当然每一种电其实都有它的风险跟成本，所以最终还是要老百姓跟政治人物来提出建议或做出一个所谓公投来做个选择。所以您刚才讲到的都是这种非常基本的经济学的道理，但是现在因为发生了这样子的一个核危机，您觉得对于这样子的经济逻辑会造成什么影响？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很有趣，而且你可以预见到我们现在这个形势正在发展，将来会一定会影响到全世界所有的，不但是技术发展、产业发展、经济发展、政治发展、社会发展，甚至于这个军事发展，都会被这次福岛核危机产生连锁效果。那么现在最简单的一个比方来讲，你把1970年代石油危机还没出现之前，大家用比较多的油，是吧？用油发电。1973年石油危机来以后，大家就开始慢慢移转。这个时候呢，油价就高了，你是卖油的，你就赚钱了。我是买油的，我的财富就移转过去了。但我就必须要逃避这种，那么我就去发展核能发电。发展核能发电的时候，生产那个油是不是三点水，是金字旁那个油，这个国家就开始赚钱了。或者高科技有核设备的国家就赚钱了。这个卖油的呢，这个时候就稍微少一点了。所以它会牵动到全球的政治经济里面的。所以，但是现在的问题来了，油也不行。油也不行，一个水字旁的油，一个油字旁的油，金字旁的油都不行。那你说怎么办呢？所以对中国跟美国来讲，他又必须在做微盘啊，一下子调整过来，一下调整过去。但对他们两个还能够调整来调整去，因为他既有油又有那个油都可以发展。有一个国家就惨了，这个国家是日本。日本既没有那个三点水的油，又没有那个金字旁的油，你说要日本怎么办呢？你说怎么办？他本来是没有三点水的油，他只能发展核电，结果核电发生这么大的危机，你说他怎么办呢？对不起，听似懂非懂，能不能讲的一语被我们点破？OK， 中国有句成语，这成语叫做狗急跳墙。你听懂我的意思吗？当这条路也走不通的时候，那就会可能出现一种风险。这个风险大家必须要有一定程度的心理准备。确实是应该要值得提防啊。我们再来，最近有一个消息也想请您来分析一下，就是有一位著名的这个投资专家叫做达利奥，他在最近呢预言说，这个全世界啊最快在明年，这个全世界的汇市将会发生一个地震式的变动。那情况很像是这个40年前布列登的这个货币体系瓦解之后那种情形一样。所以您认为布列奥就为什么达利奥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惊人之语，这是怎么回事？达利奥呢，这个据我了解，他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投资家啊。他旗下拥有的有900亿美金这么庞大的一个资产的规模，所以他的话也不能等闲视之。
他之所以提出这样一个说法呢，我们首先看看1971年那个时候，我们知道1971年之前呢，实际上是，各国的货币都盯住美元的，基本上叫固定汇率体制。啊，我们节目里面提过，1971年8月15号，美国单方面向全球宣布美元跟黄金脱钩之后，理论上来讲，各国的汇率都是产生了一个自由的浮动。但是达利奥就说，这个自由的浮动呢是相当时间长，包括到现在为止，其实都没有非常大的自由的浮动。嗯啊，但是呢，他认为这个时代现在要慢慢告一个段落了。可是达利奥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没有各国干预的话，对，那其实这个美元应该贬得更厉害，没错，各国之间的汇率应该是更大的嚣张。没错，就是过去40年，虽然理论上来讲各国汇率都可以自由浮动，相对于美元升值和贬值，但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在各国政府因为过去历史的感觉吧，他尽可能的还是给他盯住美元。但是你要知道，这40年来各国的经济实力有出现很大的嚣张，对吧？然后各国的政策也出现很大的变化，没有理由这个汇率还是基本上在这么一个空间里面在浮动。他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啊。你比方说，他也提到这个胡锦涛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接受《华尔街日报》讲了一句话。胡锦涛讲，今天的国际货币体制基本上是历史形成的，其实含义都一样的，对吧？你可以看到，在最近10年，其实已经出现变化，因为美国赤字越来越大，财政赤字、贸易赤字都越来越大，美国在采取不负责任宽松货币政策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过去10年美国货币基本上已经出现比较大的贬值，相对于其他货币贬值的15%了。但是他强调，这还都是就像你刚讲的，政府干预之下的一个结果。那达利奥意思就是说，如果对于我们这些投资者来说，有什么样的参考意义？那么是这样一个理解，就是说，如果没有干预的话，是不是这样？那道理很简单嘛，就像我们这个最近看到就去讲这个地震的情况嘛。地震在没有爆发之前，你一点都不动的嘛。但它的能量在不断蓄积嘛，对，这个达利奥的这个比方就有点接近这个样子。过去这个经济这个都在嚣张，所以它实力在不断减，但一旦爆发了以后，就会出现很大的变动。所以你刚刚讲这个对投资者来讲有什么影响，对不对？对投资来讲，我觉得它一个概念，它特别指出，如果一旦发生这种所谓大海啸、大地震的时候呢，可能有两种货币被大家所青睐，这是两种最具有实力的，一个是人民币，一个是巴西的货币。那对投资者来讲有什么意义呢？它没有办法准确预测地震，就像我们这个没有办法预测什么发生。对，他说2012是最快发生的时间，以后的话也可能随时会发生。但如果一旦发生的话，就提醒投资者，你现在要把汇率这个因素考虑到你的投资计划里面，因为你过去只是看商品价格变动、黄金价格变动或者股市价格变动，但你后来发现了，你在上面通通赚钱了，但你在汇率上可能会亏大本。对，确实是值得注意啊。最近呢，美国有一本杂志叫做《战略研究季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中美网络战争2020》，也是预言在2020年的时候，中美会爆发网络战，所以各方非常的关注。石先生，这到底是一篇什么样的文章？您怎么看其中的观点？这是一篇既是学术性又有想象性的一篇文章，所以可读性很高。那他的作者叫克里斯托弗·布隆克，这位呢先生呢是在美国莱斯大学，就是德克萨斯州那个莱斯大学一个信息研究中心的一个研究员。他之所以能够做出这样一篇啊，他的这个题目呢叫做什么？炸毁，惊人了！冒号，中美2020。这个什么网络大战，时间就是2020年8月到9月，是这么一个题目。标题很耸人听闻，内容呢？内容呢？他是这样子啊，我刚讲他是有学术性再加幻想性，他根据他自己所收集到一些专业的资料，他的文章里面分析出，先分析中国，他中国在2020年的时候会拥有一支6万人的一个叫做这个数字行动部队。6万人，那么然后中国有七大军区，他都明白，七大军区里每个军区大概有4000名左右的计算机军团，然后上海呢单独有一个叫做这个网络师，然后呢在北京近郊还有一个叫做信息通讯这个行动协会，你不要看这个协会好像名字不怎么样，他说这个协会呢直接是跟军委汇报的，同时他跟中科院之间有非常密切关系，协会底下的专业人才有15000人。 OK， 是中国方面。美国方面他也提了，美国已经成立了网络师了，叫做网络司令部，这个也都是事实，这我们清楚的。那么他在这个文章里面他就预言2020年的时候，中国跟美国会因为争夺新加坡的马六甲海峡而爆发网络战争。这个网络战争是维持了55天，双方面都对对方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之后不得不握手言和。拍成电影算了，星球大战，对，黑客帝国，开玩笑。那你怎么评价他这些观点呢？那我们评价的当然是抽掉那些比较有趣的一些东西来就是的。我觉得这个布隆克他
他既然是一位学术方面专家，所以他的话呢也不是天马行空的啊。虽然你看起来有点天马行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知道现在全球是网络化，这点同意吧？全球是全球化，对不对？所以美国呢，基本上他在管理控制这国家的时候，完全是依赖网络的。他甚至在管理控制整个地球的时候，他也是依赖网络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中国也就。